熙出道时曾以俊俏外形红遍全亚洲，不过在2017年结婚后，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与服饰品牌上，鲜少公开露面。而被捕捉到时，常被指容貌衰老走样，帅哥也逃不过岁月的摧残。不过近日他突然现身夜店，帅气外形就掀起热议。只见影片中，陈冠希戴着鸭舌帽，身穿深蓝 polo 衫，内搭黄色 T 恤，相当有型。另外他还唱起自己的代表作 Salute。现场气氛超嗨，信众人纷纷围观抢拍，许多网友看到影片后都惊讶直呼，可以原地复出，像回春20年似的，重现昔日坏孩子风采，永远的冠希，80岁还是男神啊。